就是从我父母他们那边认识到他的。因为姐姐也是王雷的徒弟，所以认识到他过后，他就带我进入王家班，然后加入歌坛。其实我是算出师傅，因为我的老公是他的徒弟，应该是缘分吧。师傅是一个很用心、很用心的照顾他的徒弟的一个人。当然好了，学歌 free 的嘞，那你找。我讲他好哦，他就讲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就是他是一个心理好的师傅。就是我很荣幸。他蛮照顾我们的，都把我们当成他的孩子。他会很用心的听我们每一首的歌曲，如果我们有出错，他们就会讲我们，我们在哪里不好这些。巧儿啊，刚才你那个高音真的高不上，要注意一点啊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用心、很用心的一个师傅。有时去到哪里哦，他一去自动机。有些人就会讲，哎，你是不是那个王雷的徒弟哦？这样会很开心这样子。王家班的人会称他的老高、老李这样，就是叫他师傅。很幸运了，很开心，因为很难得可以找到一个这么用心的一个师傅。那听到师傅会拍这个Doctor Series about 他的人生故事呢，我也替他感到很开心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支持哦，因为有我们两个美女。我是路边的歌王，10:30准时收档，美的 encore 在相遇。